大家好 ，S 车档，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96号呢个技术支援组机场嘅警车啦。咁呢个就有趣地净系预订先有啦，冇现货嘅。系啦，咁又系 Marco 买咩啊？其实张单几耐之前嘅，真系呢个好耐下噶啦都。哇！2020年6月啊，哇！黐线。就嚟一年嘅啦，真系佢再耐啲啊，明一样嘅啫。咁呢个壳，首先呢个 Ethical Daily 都介绍过两三格啦，印象之前，咧唔好清楚边啲买边啲唔买啦。佢始终嚟紧又有多格。咁今次呢格就封咗只窗嘅版本啦，系啦。咁睇嚟入面应该都唔会点样载人嘅啫。咦冇，你先，你只要摆晒凳入去，系啦。我估如果真车嘅话，应该入面空啲嘅，应该少啲凳嘅。系咁，佢塑胶门就会容易啲开闩啦。望落都唔会。太过明显佢系塑胶嘅，所以个人觉得唔系太大问题，系啦。咁佢呢个倒后镜就软胶啦，冇咁易烂。车牌 AM7887 冇呢个区牌啊，有趣。咁啊，2017年出牌啦。佢系呢个壳呢个型号个样都几型吓。一个人几中意几个车型，诶，靓过之前 Benz。咩黄灯咁？喺机场面明显啲啊嘛。咁避震就唔系太过劲啦，喐到嘅范围好细先。系啊，唔错嘅。咁啊，睇下佢呢个壳又可以整到几多架车，真系。咁好啦，今次架车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